好，现在不用去饭店吃了，这个买回家或者宅配到府都可以，非常的方便。那么不止佛跳墙可以宅配，现在呢洗车也可以宅配。业者推出了行动洗车，穿梭大街小巷也可以到府来洗车。特别在省水装备上来，这个天购，我们看到洗一辆车呢，只要两大罐的这个宝特瓶，差不多2000cc 就够了。 一台箱型车来到社区停车场，行动洗车装备现在也要搭上省水概念。按下按钮启动蒸汽机之后，不需要一桶桶大量的水，就是省水洗车的好方法。浓浓的白色雾气，蒸汽洗车用水量只要2000cc， 同等于2瓶大罐的矿泉水，就是不用找店面，地下室停车场就可以帮车子做好美容。 蒸汽洗车省水概念，但是用水量比起传统一般大量用水洗车的店家相比，每个月水费可以省下20倍。一台小小行动车，行动自如，车外车内只要蒸汽就可以全面清洁。但是方便，可是就看它会收多少费用吧。高温高热，所以会有杀菌的功能。 想省水洗车，自己在家也可以 DIY， 不用再抱着一大桶水或者拖着水管，透过瓶子加压打水，一台休旅车只需要这桶水就可以洗完。唯一需要的是要花力气，不断拿着桶子加压打水。可能需要花点力气，可是还是觉得很方便。加上今年因为10年大旱来袭，恐怕面临分区供水，洗车业者纷纷从省水概念添装备。毕竟洗车耗水凶，多少替自己寻商机，也顺便省水钱。记者陈时阿布斯台北采访报道。